弟不要当我的干儿子，我希望他是我，但是我。然后我现在把我的眼妆卸掉了，我是蔡依晨儿子的那个姐姐，我都会先卸眼唇，然后卸完眼唇之后，因为眼唇就是它是全脸最温和的、最温和的卸妆，然后我大概会用两个，然后用完之后我会再用卸妆水。没有，我没有揉得很大力，我现在就是卸。你看我把我的眉毛，但我的眉毛其实本身。就是有画跟没画其实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平常要保。没有现在睫毛，现在睫毛都是用刷的。我现在呢，应该是我的眼皮变松了，说眼睛变大了。现在卸妆。然后呢，我等一下用卸妆水擦一下我的。今年会出专辑，然后现在剩一首歌就录完了。然后每个礼拜我都要跟唱片公司开会，然后衣服也慢慢在定了。最近就是在忙，要练舞啊，脖子也要擦一下。你看我脸上会有脏脏的，所以擦一次不够，还要再一张。我觉得我是可以代言，就是眉毛人最佳美人，但眉毛好像是东西。有人说膝盖的伤被高跟鞋刮到。
讲。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卸妆水，你看我会擦到就是干净。好，我的那个校花的朋友，你知道校花的朋友是什么吗？校花的朋友就是我本人是校花，就是我自己自称是校花，但这学校只有差不多五个人吧，就是我、乔、阿仙、朱、拆一层，然后笑话朋友尽量是亲，就是不能这样就亲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来洗脸了。好，我今天直播完我整个卸妆的过程，我总共用了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、五片，要来洗脸，但我今天很舍不得把我的头发就是拔掉，因为我个人觉得不敢绑两个，因为我觉得绑两个很像智障，但我今天突破这个智障的心，我觉得我绑两个好像很适合。哎，但我现在少一个发圈，嗯，还是我就这样子洗脸好了。好，可是我这样子会弄到哎、欸，我这样把它弄起来，把它拆，嗯，还是我就先这样假绕，因为这个我现在根本没办法弄。好，你们就他妈的哦，就他妈的，因为我这样洗脸实在太愚蠢，我去拿个发圈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找不到发圈，所以我现在立刻用这个伸。我下圈，我这样。就是你知道绑这个头，就是要么就是真的长得特别可爱的人才能绑。我也不是说我自己特别，好，我洗面乳呢在这儿。好，我现在要洗脸，就是我要洗脸，然后洗完全，哎，我的健身教练立刻也来了。我现在洗脸，我用的是洗脸的凝胶，我觉得蛮保湿的。我觉得洗脸要调嘴。我们的朱老大现在在线上。好，朱老大，你最好是给我看完哦，不要给我看一半给我走掉。好，我现在就要去表演洗脸，然后我这个是不会起泡的。那我正常洗脸呢，我会洗个一分半吧。在我第一次就是，然后发际线的地方呢，也要记得搓一搓，因为今天发型是有，如果洗不干净的话，因为我这边长了一个痘。你有看到吗？我这边长了一个痘，所以我得洗干净。然后今天拆一层有帮我上那个粉底，哦，别浪费水 ，sorry。然后最近呢，我本人有做一个，就是眉毛塑形，
所以我的眉毛现在是随时随地都很有精神。好，我现在洗完脸，然后我会拿那个擦脸的，就是不会起毛屑，这样按一下我的脸。要不然，或是用那个洗也可以，就是个我会把脸上的水。哦、，sorry， 他们说刚我感觉很浪费水 ，I'm so sorry， 我刚刚为了要跟你们讲话，然后现在把我的这个头发擦一擦，然后呢，现在脸就是最干净的，你看状态。然后呢，我现在，我敷面膜前呢，会想要喷，就是会想要喷哦，那个擦手指呢，不要用撸的，就是不要这样，我就是用按压把水压，然后敷面膜前会喷那个纯露。好，我就会喷纯露，然后拍一拍。其实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拍脸，但从小就看就是妈妈啊，或是都这样。他可能是因为拍，我在想啊，会不会是因为就是这样拍，然后皮肤会有刺刺，会热，然后热胀了毛孔会打开，所以那个就是化妆水就会进入毛细孔。对，他们说很大力，但很大力还有一个是你的脸会变小。因为你的血液开始在跑。好，我现在要敷面膜。我现在要敷的是，现在都是敷这个保湿的。然后其实它这个是新出的，然后也是我，但我就是代言 Stacy Look， 没错。但它还有这种，然后我的柜子里还有这种。然后这个是最新的，所以我等一下敷这个，但这个呢也都很好用。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这种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洛梨，所以我觉得洛梨，我不是因为喜欢吃洛梨才买洛梨面膜，是因为觉得这看起来好像很酷。这是这种是冷敷的面膜，但我今天没有要敷，只是介绍而已。然后今天要敷就是，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夸张，为什么一直讲？就是讲到你们要去买啊，然后给你们看我敷的。面膜我不太会冰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太冰我觉得冷。然后现在就是这个，然后我现在打开了，我们要看它的汁液有多。好，这个汁液呢，我现在要打开了，你看它会这样滴。我会先这样抹一下。我是一个早晚都要敷面膜的人，然后我就会讲，有人问我说刚运动完没有，我刚今天有去那个做这面膜的直播，然后我平常就会讲，今天你们有看直播就会看到阿仙也是这样，然后我就会很仔细的，其实这面膜我觉得蛮服帖的，你看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鼻子好像看起来很长，对，我就会把它这样折起来，然后这样之外呢，我跟你们说，这袋子里面呢还有东西。这是 Stacy Look 的面膜，这里，对，
就是我新代言的面膜。然后你们看哦，我要倒出来喽。啊，会塞鼻孔的人好特别哦，你没办法呼吸吧？对，我现在就，墨那个络里面我是透明的，但我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汁液有多少。等一下哦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好多呀，还没停，还没停。咚咚咚。然后我的两颊很干。好，这样。好，我今天算是直播，很认真，因为我今天想要分享这个好的东西给大家。然后像我导入的仪器，就是导入在我的脸，然后像我平常就是早上出门，我就会敷，早上其实我早上比较懒，早上我会敷，我会敷十分钟，我面膜都不会敷，这个味道不重，它就是里面有海藻。早上就会敷十分钟的面膜，敷完之后我就会上 Sofina 的隔离。Sofina 你们应该有在用吧？然后 Sofina 的隔离，单纯上隔离。然后对，康士美买一送一，299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的话里面一盒有四片，所以你299等于就是可以买到八片的价钱，然后等于是八片，差不多一片是差不多，所以就是这样，早上就可以敷面膜，敷完面膜就敷完 CC Look 的面膜，就敷的话就会擦粉底，然后像因为夏天又到了。所以很容易出油，然后 Sofina 就可以帮你控油。Sofina 隔离好用，没错。而且我这次代言的都是，你看从 Sofina 到 Stacy Look， 希望我可以在那个 S 牌的 something po 什么照片？有人说他学业大，加油加油！一定要好，考试不管考得好与坏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有尽力就好。这个是超透润海藻天丝膜，然后这个是我说刚刚说那个洛丽的冷膜，冷膜是透明的，然后它这个是重保湿海藻天丝面膜。但这些都是它很好用的面膜，现在基本上我是不用买面膜，因为面膜已经多到，然后，但这个还是现在是主推康士美，康士美299。一送一，5月13号上市。你们一定会觉得我直播这个，他们有给我钱吗？没有，这个是我自己要直播了，除了代言费之外，这是我自己。